感恩的意思就是说，过去因为祖先哈，我们是过去我们是拜祖先嘛，但是因为现在是因为宗教的问题，哦，西方国家到这边很多的耶稣教了嘛，对不对？很敏感，所以说把这个牧师改感恩祭，就是说感谢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物资啊，我们种的，然后收获的时候收，好像是丰年祭一样嘛，比如说阿美族丰年祭嘛，我们是感恩祭了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现在所有的贵宾们，所有的好朋友，请你们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共舞。